shit. Hello， 我是江江，今天来介绍这台可爱的小车车，旁边还有一只狗狗，不是，是旁边这台可爱的轮胎啊，可以上去吗？应该可以吧？上去啊，给我上去！啊，不对，我们先看一下这外观啊，这是超大轮胎有没有？啊，上车给你们看一下，反正正面可以上来吗？哦，可以耶，你看它。上下两个人 ，OK， 那我们先来试乘一下它的性能好了。感觉还蛮有喜感，里面都快头晕，都快吐出来了。我们来挑战一下这个路上的人。撞他，撞他，哎！没有撞到，再一次，再一次，要走，要走，要走，哇、哦，哇、哦！ And I'm sorry, fool. 诶，可以爬楼梯吗？我们试试看，爬楼梯，哟，哦吼！诶，成功了，成功了，哦，还有刹车，哎，好厉害，好厉害！撞到人，来抓我，来抓我，哟，哦。啊，卡住卡住了，我们倒退一下，倒退一下。哦，好痛好痛。哦吼！耶，人群我来了，一个都跑不了。欸、想干嘛、啊、你？想上来吗？我们已经坐满了，不让你坐。哎呦！哟吼！让开，让开，让开，让开啊！打滑失控啊！让开哦，让开哦！跑快点，跑快点！Damn it！ 啊！嗯？开，让开！来看一下，刚才是谁挡我的路啊？啊？是你啊？啊？是你？看到你了，在我后面。呵啊！上车啊，宝贝！继续来乱一下别人。哦，超强的轮子哎，你看，哇、哦，翻好多圈啊！哦，我们实际来玩一下这个高速坠落体，好快啊，好快啊！第一人称，头晕眼花了。这什么状况、啊？哇！无敌风火轮，准备要起飞了，可以飞多远？哇！噔噔噔！哦，哎，安全着陆！哦，超强！